接下来我们用小魔女当队长，然后临时抽队伍挑战一下梦魇级，证明说平民也是可以打梦魇的。这对伤害怎么样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小魔女加油！游起来会很油吗？这一对？哎，上半还意外的行哎、欸，还行哎、欸。OK， 小魔女没满等。哦，没关系啦，他们满等不是很重要啊。哇 ，OK 的。过啦，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关。用木的机械那只，用木的那只机械队能过。木的那只机械队指的是什么？是说那个吗？玄武队吗？还是？结果又是油柱，用别人的就好啦，自己不用抽到十抽卡片。欸、血转，直播到几点不一定、欸。我在想要不要赶快带走他。好，我们开一个这个猪鼻好了。哦，欸、有图示哎，所以他还是没有故障啊。刚刚那个直接故障是怎样？好，听讲听讲听讲。哦，一大坨水珠，两大坨水珠，13 combo， 没问题，非常厉害。来到第四关，斜转失败，好。可以哦，这对主要除了王冠的异补之外，就是前面的伤害了。不过这伤害感觉怎么变高级魔队了？好过了，好想开车又好想睡，我们是一起开车。开完再睡，估计我也开的差不多了啦。嗯，好，天降到九康，哎、欸，这边可以慢慢磨过去哦。如果你慢慢磨过去，它就不会发飙，所以蛮适合这一队打法的。我毒龙已经打了一个小时了，你用什么队伍去挑战啊？一个小时有点打太久了，佩服你的毅力。这队只有第一张，要怎么玩？那没办法，你就等待看他们会不会复刻吧，等待看我们的会长大人有没有复刻的机会。八 combo， 哦哎，伤、欸、害很够哎、欸，瞬间他们只剩下根性的血量了。好，用拳皇可以打一个小时。我之前好像有用拳皇打过，上一次出的时候好像有，真是蛮崩溃的回忆啊。纳奇火队超好打，直接碾过哦！原来这一次是做球给纳奇啊，不对，做球给纳兹。
纳奇。纳奇之前我们打毒人也有人用纳奇对通关的。嘿，这样这样这样好。这对我只插小魔女，插故意选那个字是怎么回事？纳奇还没有出场机会。纳奇，我觉得有啊。纳奇，变身一下，强化猪，完美，全部都强化猪了。好，刚刚那聊天室的人讲的啊，他说他只差小魔女嘛，对不对？照实翻译没有错。红哥，你也试试看纳奇啊！纳奇，你们想看吗？可是纳奇就带木玩具就可以慢慢磨了，磨到天荒与地老。哇哦，惨了！新珠卡住了，没有新珠。呀，有了，好呀，剩下最后一点点，来补上最后一粒星珠，补上最后一组星珠，带走它。那奇等升华跟解放，对啊，好多人在排队哦，好多旧的系列，堕天也在排队，很多很多旧的卡片都在排队。我纳奇磨了快20分钟，加油！我想也是，纳奇没有那么简单。还是要慢慢磨过去的。幽助现在还是不是在一线哦？幽助还是不是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看你用什么队伍当做参考点。如果说你用秦始皇当作参考的话，幽助有点没有到真的一线了。大概就跟幽助的强度，我觉得跟那个小美那队差不多。黑金美虽然说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线啊，但是没有说真的到很顶尖的那种强度。在顶尖强度只有秦始皇，没了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你用秦始皇当做一线的话，其他都不是一线了，其他就要在旁边哭了。好，没死哎，帅哦。好，回血可以，16000。这边带走他吧 ，Go！ 哇，这队真的可行呢 ，Ben， 打过去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直接让毒王高潮 ，Ben， 临时抽，临时通关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哇、wow， 有点对不起那些磨20分钟的人，不过我们这队临时抽就是这么简单，通关酷吧。变态的露西啊，不，变态的会长临时通关了。